在那网络时代，有多少人已加入？只有发帖评论带领水军更帖的存在。在那追击时代，埋下多少的悲喜，网络中弥漫着一股正义邪恶的较量。什么自爆和操作，什么人肉又搜索，网络是花样百出，就是奇葩。什么吐槽和恶搞，什么点赞和表情，网络语言靠的就是古怪和新奇。嘿，聊天工具是谁都能加班高富帅，网络电商不收假币就怕收假货，微信微博自媒体时代我抓住，网络骂战如何如土很激烈，即使凶网络游戏，赤峰将军率兵争霸业，新闻资讯不看国内国外常更新，电子书籍取代传统纸张方便读，纸上时代满颠覆模式再起。在那网络时代，好多年轻人加入，只有输入交流论坛空前记录的存在。在那眼前时代，埋下多少的寂寞，线下总弥漫着一股远离现实的风气。的男人不配吃海鲜，只配吃方便面，肆意的编造网络段，狂妄的没有了底线，奸商版游客来欺骗，你为何要护短，这样的媒体该关掉，给河南人道歉。奇特的新闻实在多，一幕又一幕乱翻的上演，奸商他都是为金钱，游客呀呀呀呀呀，猜猜猜，这样的进去以后谁敢来，谁敢来。